七任的拉米克桃园队二军今天出赛的选手。那么在去年球季，刘宗儒在一军出赛了18场九战打，防御率是6.75，我还是稍嫌偏。这球打击出去右半边落地形成安打。再轮到第九棒，挥棒横球的横向的移位，哦，比较明显一点，会造成哦打者这个哦他在他的投球，结果出棒过半啦，不用跑了，因为一垒有人，直接所以主审就直接判定你出局了，对，直接裁定你。要球没有坏球，这球挥棒落空，球的尾劲都有符合。只要稍微，好，来看到这一球内的滚地球，但滚得比较软弱了一点，所以来不。来看一下慢动作，结果这个弹跳有点不太规则啊。滚地球蛮多这样子不规则的一个，要球没有坏球，对于球速上来讲，刘宗儒就是个好球，所以连续三个崔辅成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哦，在这个半局 NC 口。